千初啊，你怎么一个晚上没回来啊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外面有点事，你在我家吗？你昨天不是去复查了吗？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。是叔叔阿姨让我来的，让我来看看你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爸妈那边我自己会去处，不用你操心。千初，你忙的话我能帮你的。 我今天可以去看看叔叔阿姨的。小念，没事吧？没有，那个水打翻了。没事，我来。喂，千初。 在这待了一晚上，来，趁热喝吧，放心啊。
要不然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烧到是退了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以前生病的时候，你也不一样这样成宿成宿的照顾我。可是你现在的身体……我身体没事的，要不放心的话，我拿体检报告给你看。 我手机，拿给你。你想问宫欧是吧？他昨天晚上回去之后就没来过了。 迟到了，晚得骂死我。一会儿帮我收拾话去了。加班，晚了会儿，不好意思。走吧，去你办手续吧。 小老板一加班，倒半夜，今天急匆匆的赶过来了，早都没顾上洗。闻出来了，酒味还挺大。不是，我们在公司喝呢，真没去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。随便，反正咱俩今天本来就没关系了。 果然啊，男人没有一个能信得过的。他在医院淋雨发烧，有人照顾他。那个，要不咱们现在去医院看看吧？赶紧办，办完我自己去，跟你们两个没有关系。 已经降下来了，再观察一下，下午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弄好了啊，谢谢。扶你休息会儿吧，来。本来想着今天中午带你去吃点好吃的，现在看看，午饭还得在医院吃啊。
你想吃什么？跟我说，我去给你买回来。我随便吃什么都行。那怎么行？午饭得吃好，我去给你买黄鱼面怎么样？谢谢。 这个结婚证是不是要交上去啊？是啊，咋的了？啊，不咋的。我第一次离婚，没经验。哎，这个结婚证交上去之后，销毁了吧就？那你不废话吗？销毁了换离婚证了，咋的？你想留着这玩意儿当纪念呢？哎，我说你气儿不顺，你冲人吵吵啥啊？就你这样事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离开我也找不着更好的了。以后啊，各走各的，再也不来往啊。 确认一次，你生孙杰平，无子女，无共同财产，无共同负债，双方达成一致，协商自愿离婚，对吗？对。那就在协议书上签个字吧，然后将身份证和结婚证提交一下，还有9元工本费，为二位办理离婚手续。离婚证也是9块钱。 哎，结婚是你付的，离婚让我来吧。不用了，我来吧。那要不 AA。工本费一会儿去缴费处交，先把证件提供一下。 没事，不用你管。你怎么了？办完了，啊，这就离了，这么草率。他说离婚你就同意啊？ 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劝劝他呀。还有你，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这手续都办完了，你早点跟我说，我死活都不会让丸子出门的。当时你病了，在医院里。我是发烧，我又不是瘫痪了。最关键的就是你，丸子。
我知道你因为这件事不开心委屈，可是至于闹成这样吗？婚都离了，我就是一时气不过呀。气不过然后呢？两个人在一起多不容易啊，为什么要互相较劲伤害对方？当初跟我说最喜欢米生，可是现在呢，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个人就冷战闹成这样，结婚时的豪言壮语呢？真的吗？你还说过这样的话？我就是喝酒喝多了说的。兰子，可能咱俩结婚的时候很仓促很突然，然后咱俩平时打打闹闹的也不像那些腻歪的情侣，但你在我心里的位置真的特别重要。孩子的事儿是我考虑的不周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可是你当初说你不想要孩子的，然后我弄错了，你还怪我，然后你还和公公去夜店。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我不是责怪你，我是对自己不满意。其实当时以为你流产的时候，我就想明白了，这件事儿虽然不在我的人生计划里，但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可以考虑把它提上日程。真的？真的呀。米生一看到孙建平哭，立马就心软认错了，吓死我了，吓得我魂儿都出来了，有这么闹别扭的吗？闹到民政局来了，啊，害得我急得呱啦说了那么多真话，真丢人。你好点了吗？不烧了。要不？去哪儿啊？反正我今天已经推了所有的会议，过来陪米生离婚，现在应该也不用回去了。如果你不想去的话，就算了。走吧。像这种少女心的场合都不太适合我。我觉得也是，还不如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呢。不过在偶像剧里，这种标配的场景下特别适合表白。需要我再表白一次吗？干什么？因为昨天惹你生气了。你昨天是不是真的不高兴了？我特别生气，因为最后你决定让穆千初留了下来。那你怎么突然又这么坦诚了？因为你对我说过了，你说两个人在一起
不应该只是为了较劲而互相伤害对方。我是有点不高兴，主要是觉得你不理解我的难处。最不开心的就是你居然不相信我。不过现在不会了，因为我想了一下，如果你跟你前女友这样，我也会不高兴。我没有前女友。我说如果。没有如果，我不喜欢这种假设。哎，你看看你，你又较劲了是不是？你要不要？不吃。哦。你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真好。什么真好啊？想起了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儿，能这样牵着你的手走，好幸福啊。傻样。哎，对了，我可没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啊，除非你不再跟那个姓穆。这么美好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得吃冰淇淋啊？你请客，走。冰淇淋。哎，不行，你刚刚。我妈。妈。小念啊，你最近工作忙吗？我跟你爸爸老是念叨你呢。妈，对不起，这阵子发生了点事儿，没大块功夫回家。等我忙完了，回去陪你们吃饭。啊，小念，你能不能明天中午回家吃饭啊？我跟你爸。我们，妈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没事。那明天见啊。怎么样，妈？他到底回不回来啊？明天中午回来吃饭。那我先走了。雪迪呀，在迁出这件事上，我跟你爸爸已经想办法说服小念了。你也知道，你跟小念是妈妈的心头肉，我真的不希望看见你们姐妹俩再相互伤害了。老师，你倒是说说呀。哦，那个小迪啊，你今天晚上就住在家里面吧，啊，免得明天再折腾一趟。你的被褥我都给你洗过晒过了，爸就帮你铺好。不用了，爸，我明天再来。要吃哪个？都行。那都给你吃。刚刚说到哪儿了？就是最后我妈什么都没跟我说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可能小弟回去又闹了吧。那你明天还回去吗？我得回去，我妈给我打电话总是小心翼翼的，我就特别不忍心。说是没事儿，但肯定有事。这不是你的错。明天我和你一起回家。啊！你看看你，平时啊看起来挺坚强的，一到关键时刻还是不行。你这个样子，我非去不可。不然到时候你妈一哭，师弟一闹，你又什么都妥协了。我都跟你在一起了，还能妥协什么？难不成把你妥协出去？想都别想。如果非要找穆总跟石小姐之间有什么利益关联的话，就是这家影视公司了，无非就是一些人脉上的互相引荐，其他投资方面的跟石小姐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复杂也不怎么复杂，无非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已。您的意思是？我倒是觉得这件事情跟陈白有脱不开的关系。接下来的调查重点还是要放在他身上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我每次回家都在跟我爸妈解释我跟穆千初跟史迪之间的感情，再也没有那种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吃饭聊天那种感觉了。总觉得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奇怪。没关系，我也只是这么想一想。放心，等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有我，懂吗？陪你上去吧。我自己上去吧，你在这儿等我。这怎么说是我和他们之间的问题，我得自己解决，不能一直被动的去解释，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好，那我在车里等你，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这回又有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又跟千初见面了？是，是，你们是不是又纠缠在一起了？你在医院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怎么答应穆叔叔的？你怎么能……小迪，你能不能不要见面就跟我吵？我都跟你说了一万遍了，我跟千初只是朋友。你们俩在一起的那天起，我就没想着再跟他有任何牵连。你为什么总是揪着不放呢？哎呀，小迪呀，你别激动。你姐姐小念说的对，她已经明确表示她跟千初肯定没有关系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啊。对对对，你们姐妹两个千万不要再吵了，有话好好说。好好说，我跟她说了多少次了，她听吗？你总是把自己撇得清清白白，背着理由频繁跟千初见面，你而且一待就是一整夜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石小念，你算我求你好不好？你不要再纠缠千初了。你是不是让我跪下来求你，你才肯答应啊？啊，我跪下来，我跪下来。起来呀！我求求你了，你既然当时都已经选择了放手，你现在就离接触远一点好不好？你这样让我们大家都好过行不行啊，姐？我求你了，起来呀，小迪呀、啊，你就听妈的好不好？你先起来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你们姐妹俩这个样子，我跟你妈看了心里难受啊。我还难受呢，姐。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你起来吧，好不好？你起来呀！干什么呀？哎，翠兰，妈，翠兰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妈，
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有本事你把穆千楚给踹了，别这么死乞白赖的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难堪。就知道对你妈你姐恨，你还能干啥？就知道在窝里恨，为了个男人连家里都不要了，是不是？你居然为了这件事情要打我！我不想打你，你是我女儿，但是你别逼我。快点向你妈你姐道歉。你们就折腾来折腾去，这件事情折腾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件事情折腾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们一定要把我折腾死吗？我没事的啊，咱们能解决的啊。你快点起来吧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和千初的事我也不会再参与了，只要别再为难爸妈了。那你把刚刚那句话写下来，说你再也不见千初。好，我写。他不会跟你写任何东西。小蝶，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情，好像还轮不到龚总在这指手画脚吧？坦白讲，如果石小姐能够在小念的面前一直保持这种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我对你倒还真有几分敬佩。不过像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万事大吉时对她横眉冷对，出了事了又开口哭着叫姐姐，硬是要上演一出姐妹情深的戏码，你这崩塌的人设我还真有些瞧不起。你公公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自己的男人自己去争取，争取不到了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哭，不要总是把责任推给你姐姐。她脾气是好，但是她不会任由你摆布，明白吗？喂，小林。喂，怎么是你？你凭什么接小林电话？这不重要，不过有个人啊，你倒是应该好好管管。小蝶，真是太过分是啊，都到中午了，没吃饭吧？要不家里一起吃饭啊？啊，那就麻烦阿姨了。啊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平时我就跟叔叔俩人，你们来还热闹呢。啊，老师，走，我们去厨房。啊，去厨房。好，坐啊，坐。
爸的，对不起。刚才是爸爸不好，爸爸有点冲动了。你人在哪儿啊？要不要回来吃口饭呢？不用了吧。我求你个事儿，我保证不是坏事，我保证是最后一件。你不是也希望公公跟石小宁好好的吗？好搞笑啊。这个不是重播过好多次吗？还在播啊？是吗？你为什么会答应我妈留下来吃饭？我本来以为你会尴尬的。有什么好尴尬的？见父母嘛，光明正大。刚才发生了那样的事儿，你跟我父母又不熟。第一，这件事情又不是你的错，有什么好尴尬的？第二，不熟，多吃几顿饭不就熟了吗？还有，不是你自己口口声声的说吗？好久没有和家人这样团聚了，一起吃吃饭，聊聊天，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你就别难过了，石笛是木谦出的，你是我的。阿姨辛苦了。妈，你做了这么多。来，汤来了，来，快吃，菜要凉了。好，吃。小念，你多吃点，这是你爱吃的。你也多吃点吧。哎，好。谢谢。我是怕里面的刺卡到我，想让你帮我挑一下。哦。想来点不？哎，爸，他那个下午还工作呢。叔叔，我能喝。哦，好，能喝啊。哎呀，别光顾着喝，多吃菜呀。叔叔，嗯，少喝点。谢谢啊，谢谢。顾先生，你平时爱喝酒啊？不常喝，阿姨。好，少喝点啊。叔叔，哎呦，少喝点，你看他那样，少喝点。来，爸，你也少喝点。来，谢谢阿姨啊。不知道你合不合你胃口，你吃吃看，行吗？特别好吃，阿姨。好好吃，就多吃一点啊。嗯，我还有这个。我说啊，你们在一起好长一段时间了吧？啊，要我说呢，光谈着也不是个事儿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就早点定下来，我跟你妈也好放心。爸，你才刚喝了几口，怎么就乱说话呀？哎呦，就是啊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人家又没来提亲，你干嘛非要把女儿给嫁出去啊？平时那么不积极，今天怎么了你？你是不是喝多了啊？哎，叔叔，阿姨。我和小念确实有共度一生的打算，既然今天叔叔都提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……刺儿挑好了，吃鱼。那我就吃鱼吧。妈吃菜，你也多吃点。来吃呀。哎，阿姨，我想上一下洗手间，你慢慢吃啊。嗯。妈，你也吃。哎，还是你做菜好，顾先生啊。如果你爱吃的话，经常跟小念回家啊。阿姨跟叔叔就喜欢做菜，特别好吃，真的。那有空多来啊。妈做菜比我好吃多了。侄子就带上，你也多吃点。小念。同学好。同学好。今天吃什么？
餐厅了，今天怎么不出去吃了？这几天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去外面吃啊？穆总给我交代了一些材料，要我去整理，然后我还得去法务那送一些合同，我是忙得头晕目眩。穆总那雷厉风行的手段是挺折腾人的，那我也得尽快完成啊。穆总那要的急，我可不敢耽误他的事儿。赶快吃吧，吃完工作。赵小姐汇报呢，穆总最近一直在向律师、股东以及相关人士打听企业收购并购的问题，看起来好像很着急。如果要是正常的投资收购，他大可以放在明面上进行，没必要以这样的方式。而且今天我听他的员工说，说他最近很着急，他在急什么？还有，这个陈柏，他最近在干什么？我总觉得这件事一定跟他有关系。樊胜跟公司最近签订了几个比较大的合约，牵头人就是陈柏。虽然是公司之间的合作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陈柏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而且我听说，陈柏要以个人的名义注册新的科技公司了。这个陈柏是从 NE 出来的，也就是说他跟公欧的关系，不太好。樊胜是 NE 的竞争对手，如果樊胜想对 NE 做什么手脚的话 ，NE 是陈柏的老东家，恐怕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耐。但如果要是借助穆氏的资源，这样吧，你安排下去，说我对穆氏和樊胜之间两家公司的合作非常的关注，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进行的每一个项目和每一个步骤，都必须由我亲自确认，签字之后才能往下一步进行。如果这样，穆总那边。走过时光的彼岸，谁不是睡眠另一个倒影，颠倒悲喜学会遗忘，记起风试着将波折抚平，我试着将一切抹去，指尖有透明的墙，坚定目光探索柔软的窗，颠倒沙漏是否能倒转时光，你拒绝牵手的邮件，装着送你的全世界，指尖有透明的墙，坚定目光探索柔软的窗，颠倒沙漏是否能倒转时光，你拒绝牵手的邮件，装着送你的全世界，要给就给完全，要收就收全部，可誓言太潦草，领悟太仓促，那一段路我们颠倒无数，这一场宁愿孤单不辜负。